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悲智印记。走入佛典经藏中，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，透过自己的因缘闻法行道，看见每条路上不同的风景，为的是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发展出属于我们自己慧命的地图。英雄白骨化黄土，富贵何止浮云轻，多少英雄豪杰最后都化为千堆冢。而人生的名闻利养虽然令人向往，转眼之间也烟消云散。在高雄有一群实业家，每一位都是令人称羡的成功者，在财富与地位之外，他们也为别人与自己留下不同的生命价值。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来自高雄的王宪聪师兄与刘美云师姐，跟我们一块来探索无量易经的智慧法语。美云师姐好。嘉勋师姐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宪聪师兄好。师姐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我想一开始是不是可以请教美云师姐，同时也是请教宪聪师兄了，因为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，真的在高雄地区很多实业家们发心立愿，真的去做了很多菩萨的修行跟菩萨的例行的一些工作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。那因为在我们无量易经序曲里面有一句郭角虚名人生何价，仔细观想静心思量，漂泊的生命幻无常。那美云老师，您这么每一个礼拜带领的读书会哦，真的都在深入经藏，那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，当您看到这一句序曲里面的寄送的文字的时候，给您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启发？我觉得有一句话说，人生的价值在愿力之下。那这些实业家朋友，他们其实每个人不同，在不同的领域，但是跟慈济结了缘以后，他们就是心发好愿，然后这个愿力下，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一个都不能少，所以真的是无人不渡，无处不渡，就想尽办法，除了自己好之外，还希望见更多人，然后一起来。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各领域里面的大老板，可是他们来到慈济里面，就是
完全的放下身段也去配合，然后国际赈灾的部分他们也去参与，可是在参与回来以后，那个心的转折又更大，所以他们就是愿力又更强，所以就是这样一棒接一棒，一棒接一棒，然后大家这样和和互协，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感染力啊，然后传染到旁边每一个跟我们有因缘的一个实业家里面，所以真的很感动。我们也很期许他能够联动的带动整个奇迹世界。然后是不是也可以请师兄跟我们分享哦？因为在这个实业家的相处跟带动之下，可能您这里也有很多您的一些体会。好，我先来讲一段哦，那个比较俏皮的话了哈。嗯。我们常常龙董有在开会啊，哦，那我们的那个龙董团的大家长哦，那个严子杰师兄啊，他来的时候哈，我们都会怎么讲呢？嗯，可以用台语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都听得懂。因为他是做土地的生意啊，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说：来是土地，去是土地，放下土地拢是宝地。哦，啊，接下这一句话哦，他讲的更有意义哦。来是宝地，去是宝地。好下宝地，好顶主宰啊！啊，如果我们可以前脚行，后脚绑，用这个心态去放下以前的包袱，真的就像这句话讲的，何者自在？那我们在接引实业家的，都是用善巧法门。从接引实业家的当下哈，其实每一位哈被接引者都是我的人生的导师，因为每个人生的剧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每一次的接引当中哦，我都得到莫大的鼓励，哦跟感触，哦尤其是我在我接引我那个潘基利师兄跟方汉武师兄的当下，当初他们两位就是只是我们在社区上哦的一个认识的法亲而已。但是在因缘际会哦，我们哦，我看到方师兄哦。他那种诚恳和那个真诚哦，让我很感动。我就有一次活动33天，手上您募款募心的活动当下哈，我就跟他分享，那为何要办这个活动来扶持大爱台？那33天由来就是有一个善女子啊，哦，看到一间庙宇，哦，很破烂，她心中不舍，哦。就想去修缮它，是他，因为他变卖他所有的家产还不足够来修缮这个庙宇，所以说他发心邀集32位另外32位的善女子共同来修缮这个庙宇。后来他们同登到立天啊，就是这个33天的由来啊，因缘很具足，就这么巧合，我们也可以用33天，哦，来扶持大家，就是分33期，哦，来捐龙董。我觉得，哎，用这样善巧法门来跟我们的会众啊，还有实业家来分享哦，他也很热心，也很发喜，但是啊，他很诚恳地问我啊，要怎么开始来做？那我跟他分享说，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社区开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办啊温馨的茶会，这样的互动来常常有办活动，接引一些实业家的朋友，然后会带他们去进师堂。然后有位师姐就跟我说啊，你们3位又在一起了，啊，你们3剑客今天还要办什么活动啊？3剑客啊，对，哦啊，我说不是那种剑哦，对，是那个早上剑、中午剑、晚上剑的那种剑哈。而且你也可以说我们是挥慧剑断烦恼的剑，对，都是慧剑哦，智慧之剑。嗯，在这个部分我也要补充一下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叫3剑客。那其实我真的不晓得是见面的见，而后才知道。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然后我们就是邀约读书会，刚好我们有一个叫书中菩萨现身说法，刚好是讲实业家的，就请他们3位来，他们就在这个线上，我们就是怎样出去以后，然后包上海那边呢，他们就回想，他说往后呢，我们这里呢也希望有3剑客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就说我们已经不叫3剑客了，要改为信愿行。那在这个信愿行的部分，好像上人也有期许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这样子啊，我们都会调皮一下啦哈，让潘基利师兄哈。他是信，他因为他是老大，
我排行老二，护蛇花院，方师兄护蛇执行。然后有一次刚好我们就很调皮啊，就是跟上人哈行脚到高雄哦，那我们去面见上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介绍自己。然后我在介绍当下就说，他负责相信，啊，我负责发愿啊。方师兄来做，哦，上人说紧张，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你们要三合一，三位一体，对，要三位一体哦。他说说，哎，真的跟山哦非常有相气相合。所以是不是在这里除了您刚刚所提到的心愿行三位我们的法亲之外，哦，还有您在接引的过程之中哦，圣杰师兄好像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鼓励跟启发。其实他是一个从事一个补教业的一个连锁店哦，他有十几家补习班，哦，他因缘际会是他参加我们的净师生活营，那净师生活营后，我们都有办常常办同学会啊，哦，还有参加龙董的读书会，然后他参加我们的读书会之后，哎，他叫自己就觉得很，他有些改变，对，有些想法。哦，就会打电话给潘师兄说，哎，啊，你这样的一个男人，怎么常常跟我家师兄哦这么有耐心哦，跟他分享啊，他接引他出去参加活动啊，哦，啊，为什么他现在都会开始尊重我了？然后潘师兄就一一的跟他师姐分享，他是怎么参加持戒，怎么上教我们要法入心，怎么要法入行。哦，久而久之，他家师姐也开始融入我们的读书会，啊，这样的因缘非常殊胜，非常的感动。嗯，感恩两位师兄还有师姐的分享，感恩。嗯，有句话说，富贵学道难，但是在高雄却有一群实业家把追求富贵的心缓下来，发心投入志工，在接引他人的过程之中自度度人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观赏一段影片。高雄慈济人举办慈济寻根之旅，第一站来到台东的坤慈堂。坤慈堂是上人为剃度前曾停留在此修行两个月的地方。是去挑柴的时候挑水，他每次都不会挑，他不会挑以后他就觉得很累，又不然他就坐在这里，所以他非常感恩这里的树。师姐对民众讲述当年上人曾在这棵树下休息，因此对这里的树心怀感恩。从台东往花莲前行，最后一站是花莲精舍。你们看我这细粒无？一粒就当点十几点钟嘞。高雄慈济人开启许多善巧接引的法门，时常举办各种活动，让人了解慈济。海燕风灾造成菲律宾满目疮痍，在高雄鸟松教育环保站，慈济人也为菲律宾风灾举办了一场祈福会，并且邀请许多实业家参与。发起这次祈福活动的企划成员之一王宪聪，早在5年前为了带动当地实业家的募心募款，他还在高雄地区推动了一项很特别的募款接力活动。当我完成33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不能因此就中途而断，我希望能够一棒接一棒，啊，个个都是强棒，最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悲心啊。这一项募款接力活动，他们称为33天守善女，意思是向佛典故事中集众人之力行善的女子学习。每个参与者都发愿要募到33位愿意捐出100万善款的人，而企业家杨胜杰是这个活动的第12位接棒人。敢接下这个棒子，也因为是有他们之前他们3间课也都有承接这个工作，那他们是以他们的人品典范，就是他们实际上做到，让我后面的人能够追随，所以我就勇敢的去承担起来这样。杨胜杰是多家补习班的负责人，平时非常忙碌，却还是承担了募心募款的愿力，希望能顺利挖掘出33颗菩提种子。为了专心投入这样工作，他甚至将拓展事业的计划都暂缓了下来，
而在募款的过程中，杨胜杰对于把握时间利益人群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。我还看到来受赠的荣董，他是带着他的家人的一个遗照在我们的进士堂，那让我感觉到其实人应该 要把握时间，能够付出的时候要尽早来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。常常陪伴圣杰师兄，他有感触，他就把感触化成行动力啊。很多师兄姐哦，因为他的行动力被他感召哦，都愿意扶持他哦，他很快就圆满了。在参与慈济的过程里，让杨胜杰看见了人生真正的价值。影片中的实业家都是抱持着心宽念纯的心做就对了，从募款募心中更体会人生无常，要把握时间，付出在当下。所以我想接着邀请美云师姐可以跟我分享一下，在陪伴实业家的过程里面，那当然我们回扣到我们的无量义经，我想你应该更能够去借由无量义经里面一个法的传承，然后现实生活里面实业家的付出，您有怎么样的一种体会跟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好，感恩。在无量义经里面啦，有一段就是俄乃宏住大圣，润自众生，诸有善根，布善种子变功德田。在这一个布善种子变功德田的时候，其实我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他们的影响力。比如刚才讲的圣杰师兄，他们其实以前因为很傲气跟慢心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他们现在每天哦，他们家师姐是用 LINE 然后进私语出去给所有的员工，同时间呢到了公司里面，其实是把同仁变家人了。那这样的一个改变以后，他说其实慈济帮助到他们，他们反而是一个事业的稳定，所以当员工离职率少的时候，他们其实状况是变得越好，所以他非常感恩。可是在同时间，他们是一个连锁的，那他一定有他的友人跟朋友，于是连锁其他的企业里面，他的友人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公司改变这么许许多多，开始在好奇了，也开始说你可不可以把这样的近思语，然后呢也教我，我也想带进我们的公司。这是圣杰的例子。所以像这样子，他们本来在公司里面都是负责人的人，因为来接触我们的慈济以后，最重要是他们真的是愿力行。这个人即便他是愿发的愿，这是一个好愿，大家就跟吧，一起来成就。所以在他们身上，我真的是看到了这样一尊尊的菩萨，感觉欢喜更是法喜，然后从他们身上去感觉到说，心宽念纯做就对的同时，真的是上人所说的做中学，学中觉。哇，真的是无人不度，无处不说法，真的感恩两位。感恩感恩。对的事情做就对了，不需要考虑太多。在高雄也有一位补教界名师陈静安老师，将一年四分之三的薪水捐出来做慈善，并且带动学生发心捐款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观赏一段影片。爬过去啊，到那个地方，那这讲年纪轻轻就成为补习班名师，陈静安不但没有傲气，生活还非常简朴，是学生最佳的榜样。我还蛮希望说，大家生活看是不是可以轻一点、简一点，够有用力吗？为什么要换掉？对，所以这衣服就是国政送我的衣服。对，你看我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，叫陈德俊，一路骑摩托车从中正大学骑了很远很远，骑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回来，然后把功德款递给我。可是他每次递给我的时候的话，我每次手上接过来，我发现到他的手都是冰的，我就觉得这个手是很冰的，但是心是很热情的。因为我现在大概就是一个月就是6000块左右零用钱。然后我的基本开销会花到5000块到5000出这样，因为静安老师他就是自己会本身会省吃俭用，就像他的衣服啊、手机、鞋子这种东西，他都会弄到很旧，就是不能用，他才会换，把这些钱省下来，然后去做慈善。就是静安老师他做得到，那我应该也做得到，就是因为我也是有零用钱嘛，那我只要平常多省一点钱，那我每个月省出100块应该不是难事。我会觉得我有尽一份我的力量啊，有帮助到人这样。其实我觉得生活教育最好的方法是自己要先做得到，
然后呢，在自己做得到之后的话呢，是在挑对的时机把它融入教材当中，怎么样把台湾的爱带到世界每一个最需要的角落。好，那所以告诉我，陈静安的眼光不只是放在学科上，更是注重学生的品德。除了以身教影响学生，也将静思语融入在课程里。但是怎么样呢？ Only the privilege of using it， 但是呢，却是可以拥有使用权的。所以你看，所以生命没有所有权，只有使用权。有很多很好的生活的观念，那其实上人把它变成了静思语之后呢，用在这个平常的教材当中，用在生活当中，学生的生命当中，就像是在孩子的心田当中种下好的种子。是静思语不只可以宽广我们的知识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学会生活平常上大家缺乏的小地方。陈一鸣现在就读高中，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，除了课业外，也从静安老师教导的静思语中学习到做人处事的道理。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那平常大家可能会说，是私底下同学大家相处时都会有摩擦。我听完老师的话之后，就会想说，其实这些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。President 叫总统，并且只要有慈悲的心，平时就能行菩萨道，甚至融入在生活与工作中，见了士农工商皆能行菩萨道的精神。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27。美文老师，刚刚在两段影片中，我们真的看到，都应该说是我们补教界里面的老师啊，是，然后他们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都说做慈济真的很欢喜，因为做中觉，觉中学，学中又要再做，这是一个善的循环。那你有什么样的体会跟发现？我真的觉得付出啊就会结出，然后投入就会深入，关怀就会开怀。所以其实在所有的人在陪伴相互，其实都在影响，是在关怀他们的同时，其实也看着他们因为付出而结出，所以满满的欢喜跟法喜。所以有时候就是想想，就是我们曾经在法中的时候，借由慈济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，深入法学到了，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这一辈子的一个好因缘，然后把握这样一个好的因缘，好好的去付出，然后为自己也为很多人谱写了亮丽的人生的剧本。像静安来讲，他是一位补教界的老师，可是拿出去的是3/4的薪水，哇，这真的是要给他拍拍手击掌叫好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可是为什么他愿意？很简单，他一定是了解这样的因缘果报，知道要把握因缘，想法简单，做就对。假如说心愿行在菩萨道上，我们可以邀约更多的菩萨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然后到处都能说法的话，那我相信人间净土真的是有希望就在眼前。是，那真的很感恩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欢喜，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有这么多菩萨，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跨一步，真的就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。是，感恩，感恩。如果我们可以在生前为自己身后写下墓志铭，你会希望留下什么样的记载？人生短短数十年，在人间我们最终又会留下什么样让人怀念呢？是否又有谁的生命也因为您我而改变？瓜角虚名，人生何价，这样的真理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悟呢？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